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村里这大伯家里有四头牛要卖，他早20天买的，现在又想把这四头卖掉。他这些牛是牛经济带他去买的嘛，反正他说养不到嘛，老人家，亏他说本也打要卖算的。卖掉，亏本也要卖掉。他说，现在进去看一下牛。这头牛好哎，这头牛前面后面都一样宽，哦，这个屁股伸的还很好。这头牛的腿有那么粗大，品相还可以哈，长得蛮好。屁股也那么平。它这里有一头，还有两头嘞。它是哪牙这头牛？还没有怀孕的，它也没有配这个三，给的。又了，还有两头。对。不大爷，对。你一多多了，还顾得蛋个不？啊啊啊！这边还有光两头，现在看一下。这里也光了两头，这是单个母牛，这里一对。哎，给我下了啦！你下了子？啊，看地面啊！你都没忘记吧？没忘记啊！没忘记哦。坑几个？没忘记。原来都是这个盖面上1.5万，是3万鹅面的。哦。我不是我们的。你3万鹅面的，这个得过嘞？在这呢。这清扫了那里。这清扫了那里哈，搁没扫了，兄弟。扫了，现在放出来看一下。没活，但俺屋里也逮不起。干脏吧哈，要干的。哇，老二往屋里一挖就太傻了。你又往屋里去你家的？你进去再一摘的。这个智能哈。别摘了，老婆。别摘了，老婆。还老买了，我去家里可以哈。有呀，你大姐种结瓜了。这人工都种结瓜了。不挂了。你养了虾米了？给那个养还银子。这一对牛是3万鹅买的，养了20多天，他老人家养不到，想卖掉它，亏几千他也卖的。这头牛生的好，挺漂亮的。这头牛仔是头小母牛。这一对牛是牛贩子带他去买的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现在这个卖什么价？要的话，四头牛一起，这里还有一头，搁哪个坡吧？啊。这都是放养的牛。妈，我干嘛？